10月28日上午9点09分，唐嫣罗晋在微博宣布结婚喜讯，婚礼将于今日在维也纳举行。网上曝光了两人婚礼的流程表，流程表显示将于当地时间17点29举行婚礼仪式，当地时间19点28举行晚宴仪式，且流程表的下面附上了一段文字，主题为一个关于骑士与精灵公主的童话故事，相当浪漫甜蜜。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道，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，到现在除了他们本人发的照片外，其他照片一个都没看到。我的骑士和公主永远幸福快乐，爱情最美的样子就是如此啊，一生守护我最爱的人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